OK，今天就玩冷币咯。哇，那个青蛙没上线了，傻眼。嗯，有密我嘞。哎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家走啊？好奇怪哦。啊，今天怎么没有人呢？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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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主线有卡住吗？那我继续讲，我去讲，要是装好了。这只比较多人喜欢啊，不过我觉得它角色太少了，这应该还可以再新增更多只。这只感觉没怎么变哎，就是女仆装而已啊。感觉啊，嗯，不拖大家的时间了，最后赶快给你们看一下可以加我。我们时间有限哦，赶快哦，主线在哪里？哎，这关怎么人物变这么小？我都忘记可以加速了。启动这什么跑将哦？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跟跑将是同类型的手机游戏吧，但跑将不至于被后面的人 gank 了。跑将，跑将也是躲障碍物啊。反正我们以前玩过三国的跑跑手游嘛，无够难的啦！有出关有难道？我说。有点猛啊！哎呦，我这么厉害啊！为什么技能都不用放的？乖啊乖啊！喵！我就说你们要秉持着这种会赢的希望，我就过。新油，灰熊也喝剩了。嗯。